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第十六届杰出校友林寿福。林寿福认为，教育是要教人学会思考，是很有意义的终身志业。民国七十年自师大数学系毕业后，即投身第一线现场教育。林寿福秉持的教育理念，将数学变有趣、有用以及很有威力，让学生接触数学就爱上数学，让他连续四年通过教育部宗教司优秀科学教育专案研究计划，以及荣获95年度台北市数学与自然特殊优良教师师铎奖，为打破学生最恐惧的数字障碍，林寿福致力于设计各种生动的教材教具，使数学课变得有趣。其教案设计屡获市赛、区赛及全国第一名。林寿福著作有《数学乐团》《从 Pattern 学好数学》《Pattern 就在您身边》《不一样的数学步道》《数学魔术》《27个数学概念奇迹》。透过不一样的思维，引导学生挑战数学的动机，满足学生探索的欲望。近年，林寿福致力于偏乡教育，帮助离岛和台东、屏东等区，提升教师教学品质，学习绩效成绩显著。其教学地图遍布台湾各地。